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老师。今天老师刚刚买了一个新的摄影器材，现在我在 testing 做啊。我叫 testing 的这一个功能就是跟住我的这个方向，这个镜头跟着我跑。来，我们看看一下啊。现在我在呢，背后，然后我往我的右边走，右边，哇，它跟着我右边走啊，一直拍哦，往那个镜头边走转，然后我往左边。哇，我往左边，它跟着我左边走哦。哇，太好了，你看 ，OK。现在我是没有用这个麦克风啊，根据这样的一个距离和大家讲话，我想也要看看一下它的这个录音效果是怎样的。那等一会呢，我再用这个麦克风，无线麦克风，那么看看它的效果有什么差别。好了，哇，这个我是可以放这一个相机角呢，可以自由发挥了，在这边和大家分享我的这个创业心得啦，吃喝玩乐啊，游山玩水啊，各位记得 follow 我的黄老师。